我们终于来到下半场比赛，而且这是今天第一场有神族的比赛啊，非常感动。是的。感动之余，就让我们再感动的三分钟再讲话好了。OK 好，地图来到塞尔佩森，在地图左上角，蓝色的神族是 CU。他就是 Alive 他们战队 Dopen 战队的，对，他的对手 Into the Snuggy 右下角人类，红色的人族，对，终于不再是坦克驾来驾去了。刚有些人问我说什么时候要开台，我只能说，你也不能确定你们可能要再等一下，因为我这么下半场才刚开始。是的。好，这个。这张图是旧图啊，但是他们的打法是新的打法，新的 meta。难得有人族，没有人族有够多好吗？对，难得有神族。那刚刚 CU 在上一场比赛是获胜了，因为他对手跳给。的电脑感受到他那个 CU 战斗力强大，他是进不了游戏。自动休息了。对，好，这边骚扰一下，很早就来侦查，这算是。神打人比较常见的一个侦查的一个时间点哦，对，毕他竟过来的话，对方死的还没出来，你也可以看到对方有没有野兵营啊什么的，可以稍微看到一些你需要看到的资讯，干扰一下。还要干扰你的矿。对，那人类也不肯直接盖啦，直接盖会被电，对，会被电，那你就必须要拉其他东西啊。这边这样子的话可以看到说，那个这边，他是先出枪兵的。对，他是没有出死神的。哦，这个操作他。这对于神族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哦，他刚刚是不是 A 到他自己？他 A 到自己很正常啊，对，像你有时候也会捏自己啊，戳戳自己啊，对，或是安慰自己，就是心情有点低落不的时开候，心的时候，对，好，上来看到你的挂件，满足一下自己空心虚里的的心理，空荡荡、黑暗的那一面，对，填补那个缺洞。是的，是的，上来看到你的 VF 跟挂件。这个村民农民应该算是非常非常看到非常多东西了，跳伞追吗？跳伞追吗？这个应该只是一般的伞追，应该不是特别要跳。不是要干嘛，就只是伸伞接而已。对，那他看等下有没有下 B 啊？有下 B 的话，有可能不是伞追，有可能是引刀。对，现在形势还没有明朗，但是我看他这个瓦斯的采集量，应该不会是引刀，应该是要升那个，应该是要升。闪现科技，然后开山矿，我觉得比较可能这样子。是的，是的。采兵，排班的晚上7、8点才关吧。哦，对啊。为了要播晚上8点比赛，我都是睡到接近8点多才起床，不然精神很差，你知道吗？是，对吧？你看，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早上6点早睡早起，早上6点起床的，这种比赛你有办法应付吗？肯定是不行啊，通常都会睡个午觉啦，就1、2点都在睡一超累的，对吧？两光头一个导弹车前压，这个追猎可能打不过应该说肯定打不过要拉拢，要拖拢了，要拉拢。这个配兵玩克追猎。强点吗？打不过哦，看操作，是用。拉走吧，你别撑啊，赶快回家吧。好，我跟你讲，这一波守非常的漂亮。守得非常好。农民其实也就十几个，吃掉2个光头跟一个枪兵。两农民一追猎换2个掠夺，其实战损是差不多的。但是人类这边也没有亏啦。因为他毕竟换的那个战术里面有2只那个探测器嘛，刚刚那个电磁炉再好一点就完美手，再早一点就完美手，可惜了。好，换我临近反骚扰，而且接着提脚速。他这个是要在旁边挂反应炉，是雷吗？有一台坦克了。我应该说只是挂个反应炉，等下给妹子的。没有错，出了一只 OB。
三基地点下可以。好，现在进入神族的神族等等，就是打一个基本兵流。嗯，两个 BF 下去了，BF 两 BF 是有点晚了、啊，差不多了，差不多就是时候，就开始永远狂踢猛踢双生攻防，脚速差，讲完他应该是不会低身的。嗯，应该正面骚扰的时候再丢出去，技术蛮快好了。家里应该是没有东西的。啊，有哦有哦。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冷静等他的追猎就放门口嘛。等到等一下人类要做前压的时候，因为他的坦克嘛，等等要前压的时候他再丢进去。哎、欸，干嘛？秀操作。哇，好拼哦！哎、欸，刚那个超拼的、欸。只要再慢个0.1秒，就要再吃一下。对，就要再吃一炮，就他跳走了。嗯，可以可以，有这种操作才敢这么嚣张。哦，两条兵出去。哎、欸、哎、欸，会看到，会看到，会看到啊！那就直接投下来。哇，这个灵机是不是要直接？要送，这个灵机要直接爆开了。要送。哎呦，哇！我跟你讲，这绝对是人类的问题。那个人，他没有激活点的。对啊，点冷静就好了。这想也知道，人家会丢东西下来哦。你觉得不是我们的问题，对不对？有时候我还是会怀疑自己的。不用怀疑自己，看那个水晶点的，还以为有妈妈球了。看那个三个水晶塔在那边，是这种点法有没有？很像以前有妈妈球的时代。有东西了，我就踢光炮。一攻一防要好咯，脚速已经好的哦，这波枪兵是打不过的。但是后面这一波加上，对啊，就有点厉害了。就是说，同花再加上顺，你跳脸，哇靠，太嚣张了吧？哎，这个立场可以。好，终于把你调出去了。再留一次。嗯，大规模空投，投主家。啊，那个再起来的会先扫一下，是要确定没有。嗯，啊，再刷一轮兵，可是我觉得他家里守不住哎，他再刷一轮兵出去的话，他还要打人家，人家要打他了。不知道啊，换家了。换家，我觉得神族亏啊，他直接把你水晶都点了，你就 GG 了。然后 recall， 我 recall 未必打得过啊。好，这个差的量可以，就把直接被打掉。甩起来，甩起来，再一跳，再一跳，好像是够多。嗯，不过珠宝掉了有点偏亏。不过这几只恐怕是也是战神级别的那一种。哎、欸，冷静掉了，不知道在哪儿。啊，冷静掉了。这样的话，你觉得怎么样？但是神族赚、啊，神族还是很赚。你杀罗农，你有三个矿哎、欸，稳赢版，稳赢版是不是？这一波推过去，这神族要怎么输？你说，他有再出灵镜吗？那这样前面有没有？他 VR 爆了，所以对啊，没办法接兵水晶。可以啊，这些就行。真的假的？有这么 OP？ 对手有坦克的吗？哎、欸，没有坦克。他有一台里面有一个是导弹车是吧？哇，打死了吧？两颗雷，这两颗雷，两颗雷，好，有拉一下，还可以，有一只不朽，多的还可以啊，叉子全死了，没有接兵了，小左，不行不行，这立场还是放随意放，没有随意放啊，他要断那个、啊，他要断人家、那个，他要断这边的，对，因为那边会跳嘛，最后极限的放，刚刚如果有灵镜再一轮差就打死了，800多块。现在在出，而且这再下一波来二攻二防就好了。好，冷静来了。嗯，再接一波兵，人类应该就挂了。而且他杀戮要守三矿的话是更好进攻，对于神族来说，对自己的追猎操作是非常非常有自信的。哎、欸，这个什么意思啊？他还在抓外面的东西，是不是？哦，他要打双线。嗯，我觉得可以不用打双线，他打正面就打死了。就叉子要稍微小心一点，不要被雷炸歪。哎、欸，有看到哦，这波可以吃哦。
跳上去把妹子都点了吧，一台，对，四颗雷，家里被甩一个，一根水晶，有应该有一轮兵，先点这个要点水晶的、啊嗯，先点那一根水晶的，然后有一颗不朽，啊，那这样子这波应该没办法，就三个农，可能杀很多、哦，嗯，也还好啊，这边矿本来就他没操作了，家里也被抓打了，而且正面也要被推。看一下雷，看一下雷，好哦，这样太没气了吧？这有什么意义吗？这一跳走就狂冲上去吃那个雷，不过还是结束了。嗯，这个被搬了这个人呢、欸？嗯，每一边都很伤，部队已经拉开了，三十人口差，正面是有两个鬼子，好像也没什么用哦，四个鬼子。可是又退了，回去守尸矿。嗯，哇，真的是纯基本兵就够打人族了。这个游戏是不是跟我玩的不大一样？现在是这样的没错。三攻一盾，就说人族没办法，最后一口气了，四把，四个 EMP。EMP 打个未必打得过啊，人家二防差、啊，打一个阵型，自信号 EMP 打下全中，这我兵就是多 ，all in 农民有点慢，哇、啊，这叉子之多啊，甩不动，三防的叉子吧、嗯，二防，嗯，二防，二攻二打死了，哇，真的是秀五甩了500 AP 呢，还是打的还是蛮多兵的 ，CU 一比零。哎呦，刀锋这边上来先拿了一分。刀锋是有 Alive 那一队的，是吗？哦，对，对对对 ，Alive 跟杰伦那一队。所以他们下一把搞不好，哇，那这样他们那个阵容是蛮豪华。不过我们刚刚有看一下，就是新手跟 AZ 讨论了一下他们的牌阵，嗯，都是想好的。今天他们是为了想要打大江战的那个牌阵，就是要打到第五回合的那种。哦，所以才这样拍吗？嗯。哦，所以说他们的第四棒是拍他们比较弱的。也没有啦，其实也没有。那为什么说是就是要打到第三？就是他不要变前面被三比零这种状况，怎么样都排阵子。对对，然后第四棒拍比较强吧，这样才可以打到第、啊。那不就是？你说多分那边还是赢突了？多分那边。啊，多芬那边不是有 Alive 跟 King？ 对，我可以重看一下直播吗？还是掉帧？哦，好啊，好，那我先跟他们讲，是不是？好，我们这边因为有点卡，我们重开一次，看能不能拉顺一点啊。好，那我们等一下你可以再分析一次。可是我觉得 Lero 也蛮强的，我觉得 Lero 也蛮强的。Lero 不知道几分？您开了吗？你看了吗？所以他们才看到我们讲话。好，要不再说一次刚刚的牌阵？好好好，我们讨论最后的结果，来，辉哥再分析一次。这问题是我忘记牌阵了。书本是第二棒。我在念这个。好。第那个是 C U B 树 Genja Murray， 然后第二棒这边是 C U Lero King Alive。好，好的啊，那这个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从客观来说啊。多芬这边能够上的人比较多，嗯，对，他们的强棒比较多，然后那个 Into 了他们最就是 SO 特别强嘛，那其他的话整体的战力乍看之下是没有比多芬强的，嗯嗯，所以我觉得双方他们这种排阵的想法是，那个 Into 了他们是想要在前面拿两分，嗯，然后他们放掉第四棒，然后想办法在前就前四分以后可以拿两分，这样他们拼到 S 战后让树上，嗯，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可以拿下这一把。是，然后另外一边多芬他们会这样排，是因为他们的人多，他有双核心嘛，有 King 跟 Alive， 对他们有双核心嘛，所以，嗯，他们就是比较平，不要打到大将战，我们前四把就结束，因为他们怕，嗯，其实他们如果说把强的放前面，有可能会提早撞到树。嗯嗯嗯，对。
因为他们也知道对方可能会这样子派，所以说他们第四棒就是派其中一个人稳稳拿分。嗯，对，然后就是比较和我们比较正常的排法啦，最好的方法就是3-1的结束，就是那一分给树吃掉，然后我们剩下3分把它拿下来。但是你知道我们以前钢铁人遇到像这样对手，我们是怎么排阵吗？怎样？都派你去顶。我们以前这种排阵是，我们要让我们第二强的赢他们第二强，我们最弱赢他们最弱，我们最强赢他们最强。嗯，就要刚好要对到就 对，因为我们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嗯，我们就会被1-3。哦，我们就很有可能被一比三。就你只要你们最强的去吃到他们不是最强的，我们一定要最强的吃他们最强的，这样我们第二强的才有可能赢他们第二强的弱比较弱的，或是赢他们第二强的。对，所以以前我们那就是血尿排阵。嗯哼哼。那像树他们这种排阵，我跟你讲，他们很有可能会遇到，就是因为像我们那时候的情况是，他们最后会1-3输掉。嗯，就只有我输本拿分而已。对，有可能会1-3输掉，因为另外两分拿不到嘛。其实如果树他们要赢的话，我觉得树他可能要去撞对方的大将，然后要打，然后要把他吃掉，这样他们比较有机会进到一直战。嗯，他们的副将才有可能从多分数拿分。对，但是树他没有在他第二棒都出来，他没有在最后一棒，有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对方会把强的两个放在前面，嗯哼哼，这样的话他可能也不用上，因为前面就直接被3-0，就直接被3-0。对，所以他放在第二棒出来，嗯，对，那但是他放第二棒有可能跟图有关，嗯哼哼，对，有可能跟图是图先出来吧，人先出来，哦，人先出来，那跟图没有关系，嗯，因为他们是遇到人以后再决定被什么图，是是是，最后好啦，那他打到 Lelo， 其实 Lelo 也不弱啊，我觉得 Lelo 跟苏还是能打，但是。普遍还是觉得书本稍微强一点。地图是这个霓虹紫罗兰广场，嗯，就是那个中间有你说那个四方形那个东西，对 对，就这个。这个 level 我不知道几分，刚看他打的那个是打的是挺好的。嗯，右下角就是 level， 嗯，营运的非常好。好，直接很早的放下了幽灵特务学院。那左上角看一下亚军王书本。怎么来拿这一分？如果书本这分没拿到，非常有机会要直接多分一下3-0，因为下一棒好像是 King 吧，应该是他比输，赚一只王虫吗？我怎么看就都不会死，你确定？至少这现在不会死，他等死不死？他刚追出去是会死，但他追出去怕对方狗来，就是一个早期的龟之进村吗？是有意义吗？嗯，新手判定龟之火车人一波，因为现在的鬼子是天生带隐形。哎、欸，会不会看到啦？哎呀，哦，这细节哦，才刚刚夸他没两句，说打得挺好的，太不细腻了，你知道吗？嗯，完了，那这样子，新手他看到对方是龟子一波，他应该怎么出呢？刷一波农，就狗毒爆就可以守了，这还要用什么守？那他还要来看那个王虫还在不在？跳二本，然后蟑螂。跳二本。这个鬼子到底是要打什么东西啊？五级啊！不过看起来就很厉害的感觉，不明觉厉，没什么用啊！那鬼子可以干嘛？没什么用啊！不知道，他三级开这边，他有一个安全的内框，为什么不开？还是没差，反正等一下你说重组吗？对啊，因为内矿只有四个矿，四矿再丢过来这边，还是他根本就不想开，他只有四颗矿。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比较安全嘛。他没有必要这样子、啊。嗯，那个重组的四矿也不会开那边，他搞不好到结束都不会開，都不会去动那个矿。通常那个内矿对于神族来说比较有用。嗯嗯嗯，对另外两族来说，那个内矿比较没有用，都是比较多，除非今天人类是要打机械化，那就还好。嗯。
说着说着，他是不是要机械化了？那这个鬼子到底有什么？他如果说开场虫族没有侦查到的话，这个鬼子可能已经过去 A 东西了，对不对？因为他天生带隐形，那他隐形对方没有防空塔的情况下，他可以骚扰嘛？那他刚刚已经被看到，所以他就放弃了这个想法，索性就压家里，那书本就毫无压力啊。不过还是按了，他只差反击了，四十几个农民。然后一波蟑螂出去，一攻的 timing 点，然后打接回收。我总觉得要直接要打穿了，对不对？要直接死了，你知道吗？女妖是飞出去了，还女妖在家。女妖看到了，女妖有看到。看到那应该还有得救，应该也不会用 pew 的，一只，再来一个，各种 pew， pew pew pew。活农民各种 pew 配合两个女妖，无敌的女妖，还可以哦。虽然死了不少农民，是真的。这女妖太精锐了。这女妖真的太精锐，你知道吗？没这女妖，没这女妖已经死了，是吧？不过地面还是顶不太住啊，真的靠这个女妖在持守。哇，农民。书本就这一波把你打伤，我自己农民按到满。这女妖已经死了。基本上还是死了、啊。这个死了17个农民。然后双方工兵数量已经拉开。对啊，哥有70个农民啊。很伤啊，对于你打机械化这个时候死这么多东西，还要被你这个瘫痪一下。烦的要死，书本应该可以压四基地了吧？他已经按了，已经按了，对。应该没有，他不会盖里面，他家第五个基地就盖下面，或是上面，反正他都不会开那边的啦，他就是开里面那个没啥，慢慢往外开。看打法，如果他今天是打以狗为主的部队的话，他可能就会开里面，当作是做补，就只是一个软的，就攻软用基地用的。放着白放，然后不会营运的。会啦，会营运啦，因为那个地方也没啥好营运，八只工兵就蛮惨了。是啊。现在雷罗就是靠扔出英霸的矿炉在撑住，不过这部队等一下，书本二攻二防好，双喷出来那个部队量是。极大差距，真的是压的 timing 很漂亮。雷罗女妖也没办法出去，其实出去也没用，防空都架好了。对啊，你防空不可能守到每个角落，所以他还是可以杀到东西。计划完成。你看现在。他现在就是可以各种火车女妖，然后多线烧，然后烧到，可能杀个10到15个农民，然后书本一波正面出来就顶穿了。哇，有防啊！这次的量已经有点多了。200人口的时候，二攻二防，顶一波，六六就淘汰。从他流看到，那从他流只有视野，再没看到这王虫也看到了，这四只。要200人口啦，书本。三本也已经快好了，战斗人口一倍，然后还生了百生虫，因为他知道对方机械化。这时候放下了喉咙核心，应该是看不到了。
撑不到战巡舰的。书本可以出去了，对，书本已经出门了，毁天灭地的一波200人口。可是为什么200人口看起来就只有这些？他没有全部来，他就在家里。蟑螂还留在家保底，守那个火车烧牢。嗯，反正他这一波出去重，主要是要掩护他的百生虫。嗯，用小虫子去跟你打淡水。这场输在哪？输在他一开那个鬼子被看到，鬼子一出来就直接扑脸看到来了。那个百生虫开始看一下书本的百生虫操作。百生虫是我的操作吗？还好我什么都没说，我没有说什么。GSL 级别跟这个上次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结果他也是直接 A 过去，没关系，反正我优势，我也不用特别抄，丢下去就是赚费。毒爆角速，然后三攻。啊！你还敢出门？再来一次。他应该是要直接去点对方坦克。嗯。瞬间两台。就后面那一波没有空到，他前面那个目标坦克死了以后，他就直接打一个最轻的。嗯。攻击单位就是他的防空塔。有没有？我刚刚是不是说六框会盖这？嗯，但你也有说过他可能整场都不会盖，是吧？有可能，现在已经看到那么后面了。其实他直接 A 上去应该就打死了吧？稳一点的话是不要，因为对方机械化可能坦克很多。他地面并没有什么地面啊，他一点点这样，一点点的是什么？直接打坦克。哦，他这样子是在给雷洛机会哦，没机会，虽然还是没机会啊，但是雷洛还是可以再憋着。整个大马要好了，小东风再一波。哎呦，吓到小虫虫掉下来，不对吧？我想说书本怎么那么傻，这是岩石打喷超快的，小虫虫的 DPS 是极高的，没听过数秒主堡吗？这石头，大龙塔，因为我波一波每次要站起来，我这样压力就挺大的，站起来正常。太有钱了啦，嗯，要出啥就出啥，科技全开，嗯，就是牛塔没下，哇，雷洛拼死拼活也憋出了200人口，他用那个吸引你，对不对？哇，换到两台雷神，瞬秒雷神。书本已经整张地图的框都按下去了，都是割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一框打五框。太残忍了，书本又不 A 死人家，然后又不给人家开矿。需要付费，没人口啊！刚刚送一波东西，有送了一点。啊，这蓝火也是，就这两台也是烧的不要不要的。再秒一台雷神，秒不掉，可以可以。
你相信我。三蟑螂打五个战狼，啊，逃跑了。我不会觉得打不过哦，后面有。我想说，怎么就妈瞬间变身呢？这人家虐菜，你知道吗？对啊，我完全感受得到。Lero 的心理阴影面积非常黑暗。你就打死我呀 ！Lero 表示，你有种就 A 进来，你别这样子。那个框虫胎都已经扑到脸上了。嗯。瞄你的行星要塞，这个倒是瞄不到。我是觉得那个 Intruder 他们应该不是来赢的哦，他们是佛放。嗯。啊！人族终于忍不住了，终于忍不住了，孰可忍，省不可忍了，出门，给自己一个GG的理由。两歪都是两个矮人口，哇哇哇哇！包了个圆，小虫虫配合后面双喷，这能打吗？这神族虫族能打吗？百换战损，哥存款10000块啊！开玩笑的，无所谓无所谓，瞬间两百人口给你看。没了，没火力，没了，没了，已经没有钱了。他的解放者还挺多的，可是他地面已经没东西了。太阳拳。刚刚那个有点像是两个这个主堡在做不该做的事情，就这样，你上我下。抚飞来了，这样抚飞打得过这样的解放者吗？其实解放者也是挺多哎。如果只有解放者打得赢，那如果但是有雷神的话就顶不住了。对，哇，瞬秒的抚飞。哎呦，这送的也是非常的可以哦，书本。所以刚刚如果那一波有百阵虫的小虫，搭配刚刚的斧飞，可能是那个人类可能就要损失超多了。哇！书本会因为他的武道付出惨痛的代价。不可能。这场人类又没机会了。书本其实他没有想到，他不只是在折磨雷洛，他也在折磨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你 ace 他，你给雷洛一个痛快啊！你这样子玩弄他，有什么意义？哎，他做什么？哦，他200。百忙之中 ，Lero 还是可以操作医疗艇的，就一台医疗艇，然后一直在雷神，慢慢的往前推进。哇，这个是多，读出去，散一下，散的非常之差。顶上来了，是人族本场。越雷池越最远的一步，哇，这不好，这边不一定挡得住哦。小虫，然后刺杀上，加斧飞一起上，来喽来喽，哇，雷神有点猛啊！这时候斧飞应该往那个人类家冲吧？我说他要斧飞。挺危险啊！你刚刚的
你刚刚的铁口直断在哪里？不是啊，这人类不会赢啊，只是这一步有点危险啊。这人类要怎么赢？肯定是不会，他已经没钱了，书本还是200人口。大龙出来了，机械化接兵接成一条线，有没有看过？其实也没有一条线，一点点而已。送火车，还要送解放者。变成一只大龙。书本这个单位叫做交换流，跟大龙跟百神兽，怎么换我都是战损，永远都赚。各就各位。这个解放者直接架防空脸上，非常的狠。他是眼睛，他这个框不打是什么意思？迷茫了，先秒框哦，可以把这个框点爆。飞起来怎么样？矿罗音霸。强行让自己的收入变成2500，在这短短的几十秒钟，这波部队来了，好豪华啊！哪都有，嗯。哦，不过雷罗还是又强行憋出了200人口。可以打下面的空。嗯。那猎鹿这边，用解放者来守吗？那我书本傻子啊！这是书本的第3次还是第4次200人口，可他存款还是有10000多块。正面展了一个非常大的大阵型，赤色也就位了，包起来，包了个圆。毒爆！别！他直接连百姓城都走上去了，还毒爆！哈哈，开玩笑的，都给你，都给你。知道是怎样？看没有很懂。瞬间2000块花完，我刚刚。压了一波狗跟狂狗跟智者，他就算是要腾人口也不是这样腾的，他腾法不对啊。他就是在羞辱他，所以那不是在腾人口啊，那完全是羞辱他。没事没事，我可以激活5次200人口，送个一波2波算他，对不对？但你别冲这个圈圈啊，那个刺者不要想不开，没小虫子了，这百神是不是给吃掉啊？你敢不敢来撞？没农民没差，各有钱。可他如果珠宝一直被拆，他会不会没乱？就没办法200人口。哇，这两个雷神打了几个珠宝，好猛哦！这两个雷神，哦，哇，慢了，这个阵型斩的，他被夜穿了，哦，解放者有点凶，解放者有点凶，不要惹死光哦，嗯，放完了，这是真的没有了。雷罗是真的没东西了，就剩这一点雷神了。书本表示，我还是200人口。他现在是不是光爆狗都赢了？
哇，这个蓝火。轮珠没钱，书本没卵，所以书本没卵用了。不会吧？轮珠部队很少啊。书本三十龙，都在干嘛？在这么穷的情况下，这把雷达你傻不傻？这蓝火烧起来为什么那么有快感呢、啊？变起来跑，跑你妈！再消耗一波，嗯，顶多再给你送一波了吧，书本够了吧？再送太过了，书本没气了，你知道吗？再撞一次啊！他这个再起来是什么意思？哇，好硬哦！哦哦哦哦哦，头刺蛇脸上，哦，好帅哦！哇，可以哦，这波很帅哦！哇，这个蓝火二，我从来没想过战狼的战斗力居然这么之高，雷神，快点，叉八十很爽。嗯，还有矿炉啊，瞬间又会有一点收入。书本也没气，然后他也没气，他傻爆火车是不是有机会赢？傻爆火车吃你傻爆狗这样，要翻盘是有点难。我也觉得很难啊，可是你别打得这么纠结，他又要投在脸上了。看来结束了。小虫子这个换战术还是太强，没别的东西了。嗯。捂住，雷神死光，结束。GG，恭喜书本啊，扳回一城哦，一比一。嗯，这是史上把钱花的，也不是史上，算是我们这个赛事史上，可以赚这么多钱还花这么干净的，大概就这场了。他到后面是换到快没钱了。其实他刚有一个很大的失误在左边，他的所有部队往前走，看起来很像故意的、啊。没有，我觉得他是不知道点到什么东西，因为那个不是 A 过去，他是走。对，他就是直接走，他就是摆身丑一样过去。那个地方太瞎了。嗯。好，一比一。内容上是还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摸不着头绪。不过不会说，后面雷洛几波真的也算打得不错啊，但是无奈是真的没经济了。嗯。如果他还有个一片矿，再满彩。再补一点东西出来，还可以再打个十分钟。刚刚是被换到没钱了，嗯，两个都没钱了，但是那个树的存款很多，嗯，树是把它真的是所有整场挖的钱全部都花的差不多，原本一直可以维持在好几千块，花到刚刚剩下一千嘛，然后气也全部花完，可以啊，这是一种心理战术，打到雷洛，今天晚上睡觉都还会想到这一场。有差吗？嗯，交棒给 Game 甲，然后打 Kim， 对吧？嗯 ，Game 甲，其实我觉得 Game 甲蛮强的。对啊，我觉得啊，但是这是不是 TPT 啊 ？TPT Game 甲是重组，嗯，又是一把 TPT， 可是对手是杰伦，那还不好说。那怎么看都失误啊，不像是故意送。他如果是要疼人口的话，也不是那样疼。对啊，因为他疼完以后，他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东西。嗯，一样也是，他也是同样的部队再撑一波。对，一样也是赤蛇毒豹。嗯，
来等一下 Gamja 一直不加入，生日快结束了，嗯，今天是你生日，对啊，没想到我居然跟他同一天，难怪他今天不来。谢谢胖胖，等一下我就去你家报道了。这个到现在这才是我们的今天的第二下半场的第二分，今天又要住人家家里了。我们那个追瑞啊，嗯，Where is Gamja？难不成这个这么关键的时候要送给多芬2-1吗？那我再联络。拒绝加入大厅，这跟你讲也是很任性啊。我们两个都当作没看到。哦，进来了，可以可以可以，马上出发。那他住别人家？哦，不是住他家，他去住他男朋友家，差不多。好，第三把 into the Gamja 打上 Kim 杰伦红粉不夜城。好，比赛开始了，第右上角的重组红色的重组就是 into the Gamja。左下角蓝色的人类就是杰伦，人打虫，嗯，又是一把，不过应该会反过来，会不会换 King 说，谁叫你刚刚要凌辱我家的雷罗，换 King 开始各种全方位的 ，King 应该是打多线为主，应该是不会打。机械化应该是不会，不是他不会打，是应该是不想用这场，应该是不会打。嗯，补刷。嗯，没有赞助能量很大，其实我也蛮想喝的，但是现在喝好像没什么用，但晚上就不用睡了。死神开矿，这张图比较不好打机械化吗？还是只是单纯杰伦比较不喜欢？我觉得他的属性，他属性打生化强一点。嗯哼 ，King 多线也是很强。嗯，应该说他们这些顶尖哦，没有有差，有些的多线比较弱一点。比如说，只会莽正面的那种，对，有点难比如问。像以前马伦 King， 我就知道你要选择说他，我脑袋中也是闪过他的名字，因为像马伦 King 也是顶，但当时也是顶尖。但他的多线就打比较没那么多，他就强在正面操作。嗯，我有很有印象，他有一场打大雨神，然后他那个已经打出了多线的概念了，他是正面一波枪兵直接一路杀进对方主矿，就不管来什么我都甩的，直接一路甩进去，杀出来的战损跟你多线投下来是一样的，也就他了，四条狗。我来确认三基地有开，接了应该是要他挂附件给那个火车，
感觉是火车女妖。嗯，真的兵营换物件过去又再挂一个科技神石。嗯，哎、欸，是这样。哎呦，选择打重组也出个导弹车。这么是悲剧。嗯，打重组，我比较少看到导弹车。跟你讲，就继续，没事儿没事儿，刷波农压压惊，然后蟑螂草放下去。哦，先出一台，你觉得先出一台的意义在哪里？那个导弹车，它一样是双倍火车。哦，就是为了投这一波，这样比较猛啊。带个一台导弹车比较牛逼一点。哎哎，这应该有看到吧？他后续要接那个，好像是火车人。嗯、他有声打针，所以他应该是要丢。等等，下一波是丢火车人。嗯。哦、有看到吧？拉回去了，你也等那个火车过来，然后选择还是吃正面好了，压一个重开，这个还挺凶的哦。蟑螂有几只呢？有四个，结尾时候在变。打一个，啊，结尾时候 DPS 还是蛮高的。他这个重组的这个。退兵是玩手这个组合。嗯。家里有没有防守？有东西在主矿，有东西在主矿，在防你转头主矿，可以。意思非常好啊，印度，我跟你讲。不过这一波 King 的正面是也是没有死很多兵，也是都有撤的，也还好。后续。还是有出女妖，这边有兵哦，直接过来，那提速飞走吧。两边都有防。嗯，对，这个层级的虫族，就这种双线是肯定是防得住的。那前期 King 也没什么机会，不过 King 的三矿也在变轻轨，所以这应该就可以去开了。哎、欸，这个狗，好，硬包，把这火车吃掉。哇 ，King 还不一定会赢呢。嗯 ，King 这个前期这样打，这样是亏的哎。嗯，没压到，什么都没压到。被想杀绝对是重组优势。嗯，这人类亏翻了，啥都没赚到。防守真的防太好。哎、欸，会不会这边拉个后筒去接？没有。营运的很爽，这边人家三矿应该已经差不多满载，四基地也要点。这里是好稳哦，两个防空，硬杀杀两只，三只。这个正面有一个坦克，哦，火车了。嗯。哎、欸，要投房子。为什么要投房子？不敢进去。哇，那这样结果说可能会被吃哦。哇，狗回来救他了。哎呦，吸吧。异化虫重伤。嗯。对方的攻势太凌厉，强行喷了一口往自己脸上一打。变成杰伦开始归了，杰伦这 TVZ 要靠这三船了，
看能不能扳回一波。顶、欸、是不是看到了？看那一花什么？不确定有没有看到。嗯。哦，这样总看到了吧？你还投下来，砸不死你。哦、砸不死。刚好点。嗯。而且已经四蛇已经转出来了。近战二攻，快好。第一半，杰伦是闹不到他，不过抱着抱着农民就抱到七十个。杰伦也是各种按农民押金。舍命救火蟑螂，然后火蟑螂直接卖队友。这次蛇一口，哎、欸，他不喷，可惜看不到。来小波部队，青虫来吃王虫，爽！两颗，再一把雷打。再怎么样百忙，再怎么样困境的时候，还是要青虫来。顶级人族，赤蛇，哎呦，没死，差一点点。可以 ，King， 你是慢慢稳住之后，靠经验啊，控图打着打着打回来，哇，打到你卡人口。王虫为什么一直往外飞啦？是在干嘛？开视野，这是故意的，故意的。嗯，他开视野，被杀王虫总比被杀工兵好。哎、欸、哎、欸，爆了！这样没有后顾之忧了，只剩这一船。可以吃哦，可以吃哦，有点掉一个。三本快好，嗯，那应该是按放了雷兽穴吧？这波刚好撞到，刚好撞到。哎、欸，那下面的坦克，哇，他这个砸超痛的，嗯，直接秒了一半的人口。这里不行了、啊，退回去吧，退到重台上再拉。刚刚至少白吃了五到六炮。哦，他先出飞嘛。他还是要狗头豹刺神，然后接飞毛捂住之后用那个撞的，看去冲冲不冲得开。哇 ，King 后面也是凶啊！这后续再怎么续也没有雷兽啊。嗯，感觉是强弩之末。他们打着打着 ，King 就一波打回来了，就几次轮转，这边这一拳打出来，印度的 Ganja 就打不住了。就顶不住，能够打出四十差距，等兵全部爆出来，这么危急的时刻还是让你看到我的多线，这个要冲，这个你要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还加一个解放者。他算是三比零的主坦克。嗯。现在飞蟒才出来，可是没地面了、啊。这剩四十的狗不够，没有毒爆。嗯，怎么还有一台导弹车卡在中间？好，这时候上，捂住。地面不够啊，捂的还可以，捂住四台，那没办法，一还是太少。GG King 二拿下这一分，所以目前的大分是二比一。刚刚转折点应该是虫族在打人类的时候，那边有七台坦克，七台坦克一起架，然后骑射一下，然后他被炸了以后才意识到原来没有坦克，正常啦，正常都会那时候才发现，是就要死太多兵了。然后他后续不是三本好吗？他变成他原本应该是要出雷兽，但是他那时候因为死了那些兵，他没有办法
撑到他的雷兽出来、嗯，所以他后来雷兽兽穴没有放，雷兽洞穴没有放，没打好，瞬间 就一炮就十几人口就打开来。从抓怎么打坦克、哦、其实就是像刚刚那样子啊，就像刚刚那种方式，但是要等到有雷兽，用飞蟒，用飞蟒拉、嗯，或者是用飞蟒去捂那个坦克，然后用雷兽，嗯，才有办法坦得住。下一场是 into 了 Murray， 看你怎么发。我是念 Murray 啦。Murray 的 Alive， 嗯，打 Alive， 又是 TVZ， 这么残忍的吗？这组牌阵，这把是 TVZ 包三哦 ，Alive 这把上来是包三哦。好、哦，应该准备可以了。现在 Alive 如果2-0的话，他们就晋级最后的四强，败部冠亚了。嗯，前三了吗？上面剩两个，上面剩两个，下面不是两个吗？就是这样。是吗？这场赢了之后不是败不好冠亚？没有了，没有了。哦哦哦哦，所以今天是把今天剩六队嘛，所以已经淘汰了两队了。所以今天这一场赢的就会再淘汰一队，就剩下最后三队。所以他们赢的就是败不的冠亚军的其中一个。那下次会有？下一次的话就是打胜不冠亚军，然后结束的那一个会下来跟他们打。嗯嗯嗯，溜开。好，比赛开始。红粉不夜城右上角的蓝色人族老生 Alive， 左下角的虫族就是 Into the Murray， 来扛这个副将战，看能不能进逼把书本搬到决胜的第五个波山。难啊，难啊，对手可是老生呢，而且又是波山，给你赢个一分，老生已经会很怒了，肯定是没办法赢下来的。树应该是要去撞 Alive 或是 King 的，嗯，毕竟你是单核的，这个一个韩子跟两个韩子还是有差别的。其实多芬那边的韩子不止两个、啊，他们只是只有两个来而已。哦，没有其他韩子，像那个什么杰克基不是也是他们那一队的吗？不是，不是吗？杰克是 T1 他们那一队的。哦、oh, ，就他跟 TY 还有 Legnarok 在胜部那边、反正最后这几队活下来撑到最后面的就是比谁家的韩子多，未必，有两个强就可以拿冠军了、啊、也是啊，因为只要有两个强就可以奠定说有一个韩子可以打两次，你知道两个强就算另外两个队友都是阿爸也可以，这是阿爸与他的萌萌伙伴，对，快乐伙伴。正常打，正常开。前期完全没有事可以做，穆瑞就可以刷到500多的 APN。难怪那个 GoGo Joy 会针对他这个开局。嗯，说就是。爆六条狗的，这把家里母女出几条狗呢？四条吧，嗯。拖时间，这就是要拖后等后宠，等后宠。哎，别死啊！死一条狗就觉得可惜。还好了，昨天不是看到洛斯出六条狗吗？自动当作被杀一只龙了。嗯，到目前都是正常的。后续是先枪兵，然后火车，然后还没挂键。Alive 那边现在，
对啊，飘过去了，双倍火车，不要停。嗯，可以投一个七枪四火。嗯，等投七支枪兵去主矿，主矿四台火车直接冲二矿，看 Murray 怎么守，用什么来守。第一走开三基地，吃掉，解决一个，其实也不是什么心腹之患。防你的侦察，好来了。看起来是四枪三火，做四枪兵。后面又来。这个速度是火车吧？后面那两台，嗯，再来再跟五台车，哎、然后变身，这一波五火四枪，有没有蟑螂？没蟑螂，没蟑螂，哦、没蟑螂要出大事了。Say goodbye， 他杀蟑螂才开招生。走远啦！他走还不按啊？哦，医药兵打掉，医药兵打掉。那未必。来，又来两台火车。这农民就把枪兵给吃了吧？嗯。哦，蟑螂出来。蟑螂这时候才出来。其实我觉得工兵没有杀想象中多。嗯。你看他那些东西全送，杀十二只农。干五盒。感觉没操作好，误破而已，散开，然后后虫挡了很多伤害，还有后手接一个解放者，有机会吗？对吧？还是小优，还是赚啊、嗯！对方都没采矿，对，对方都没采矿，死十二只农，然后死了几只后虫，然后他那个解放者又后虫死光，这关键雪球滚起来，哎，反应很快，还是赚一赚，那、嗯啊、这很干扰，没办法采矿。哎、欸，我刚刚是不是看到虫洞啊？生气了！哎、欸、哎、欸，等一下，虫洞有机会，但有在矿已经做，要做了吗？他没气啊，做了。隐形女妖，但是隐形来不及吧？他有二本，然后前线有后虫，嗯，然后没有坦克一台，但坦克有坦克。有看到吗？哎、欸，看到了，坦克，坦克加起来。哦，等一下，坦克位置超烂的，坦克位置超烂。要全部过去打坦克，但坦克好像没去打坦克，坦克救到。哇，太神啦！这个虫族没有第一时间去打坦克，那这样的话，要么就是第一时间打坦克，要么就是完全不打坦克。就像这样，现在就是完全不打坦克的做法。对，看你上不上来。对，然后现在他的要等隐形女妖好。然后有监察王虫，哇，这个虫族也是蛮细腻的，嗯，细节也有做到位。他应该是刚进来就看到有女喵，他就直接做一个变监察王虫。嗯，这个王虫是刚刚那个开视野的。哦，二三只，史上最赚，还刚好全部矿点在一起。这边隐形先打虫洞，坦克在后面，就没农民了。龙族已经在补农，再打一波，好，这波跟你全换完了，好，看来，人类是直接死了，嗯，这已经没办法做兵了，他的兵出兵点已经被占了，是，坦克好补掉了，只剩女妖，但是有监察王虫三个后虫，女妖也爆了，没东西了，啥都没了，俄莱普爆开，哦，哇，这个漂亮的反击、啊，这一个反击，这个冲动，嗯，1-0吗？1-0。Alive 烧了一波，人家 一套就捅穿了。刚那个总共烧了十二只农，然后后续的解放者又闹很多东西，但是人家根本就是不讲道理的。他烧了那一波的时候就已经之后就全部带爆兵，一个反击。已经想好了。对，时机也抓的还 OK， 下一把再赢书本就可以上了。Murray 加油，不容易啊！哎，不容易。但是刚刚那个虫族打起来看起来是蛮不错的，就是他不是菜鸡。嗯，我跟你讲，干角我真的觉得他，不是跟你讲，马来西亚讲错喊了半天。
你不是说 Murray 你之前遇过很猛的？我遇到他是三四年前的事情，那我后来收不到他了，我不知道几分，应该也是蛮前段，只是不知道几分。这把打得真，这个反打的打真好，再慢一点点就没救了，就life 加里就全防了。刚刚那种虫洞啊，你只要遇到对方是科技开的，就很容易一波打死，很容易很容易，科技开的。那如果说对方是那种两船兵那种就不行，然后打那种科技开有坦克的也不行，对，像刚刚他那种就是坦克慢，他只有一台。如果说刚刚那种有两台就很稳，对，有两台坦克就打不起来，然后还有他刚有个致命失误，那只工兵那群工兵被炸死，瞬间少快二十只。刚刚我们看到是杀二三十种嘛，所以他刚应该是被炸了一下死了十几只，全部剧团一波炸。好，第二场马上开始。战役高昂之境，看这把了，能不能把书本送上场，就看这场，还是老生的逆袭。老生在这个联赛里面有点开高走低的感觉，前面都很猛。他很猛不很正常吗？实力有差。到后面很常掉漆啊，老生。我记得他最近好像输的都还蛮多场的，是不是？好，比赛开始，右下角是老生，他现在目前被人家1-0哦，很气啊。一招虫洞的反击，左上角 into the Murray， 他这样看真的有一种他农民一开始就比别人多的感觉，这个 skin 就觉得很丑，很丑，我也是觉得很丑啦，有个丑，毛很多的感觉，是不是毛很多啊？对啊，恶心。这王虫是不是也是毛很多？有就比较多刺的那种。好，一样正常。沐浴乳霜。他刚刚那一波农民不死，然后硬去修女妖，硬去修坦克，是不是还可以死撑？再撑一波，感觉那些工兵没死的话，可以当肉盾。就还能打，被白吃了一波。因为人类的部队的特性是攻击高，伤害血少。所以你有 SCB 的存在的话，变成 SCB 等于是你的血包的感觉。你的坦就是血包的感觉，所以你的伤害多，然后血也变多，那就很强。所以人类是三组里面拉弓兵效果最卓越的，最牛逼的。另外两组就没有那么没什么差。那虫族你看拉弓兵有差吗？通常虫族拉弓兵的时候，三组拉弓兵有差吗？别搞笑了，差不多要死的时候才会拉。对，死的时候才会拉。那人类不一样，那是战斗单位。拉出去就是一波要把你打死的节奏。但是种族部队特性不同，所以拉弓兵就有差，并不是什么他45D比较猛，不是这样子，是他的输出单位血少，然后攻击高的特性，就有点配兵的概念呢。两兵营，他打两船兵了。好，这个跳台有一个王虫在看，家里有细条狗。后虫，对，这个画面每一场都要看一下，就是四条狗一定要死一只，然后后虫就弹出来，死人就走了。有点在看回放一样，要不是地图变了，然后他跳的是主矿，还真以为是我们放 VOD 呢。那我在攻三小。不一样，这把 Alive 不烧了，直接打针。哎呦，两船兵，两船兵的不烧了呀！刚刚烧了半天，被你一波捅穿。刚刚实力强的两船兵，每次都可以打出一个很强的战损。他们下那个 VS， 走啊！现在下。跟着挂件一起
蟑螂草。蟑螂草守两船兵，看他分兵是不是？对。哎，他提早报名，他不能太晚报。嗯。不能已经被压住那一颗。其实走蟑螂路线的虫族跟走狗毒豹虫族差别在分兵难度，蟑螂难度高多，机动性还是有差。对，它高多，它一个没分好，那个绝对伤害是很大的。嗯。然后飘进来看一下，二本。你们应该是可以看到 VS， 有好，应该知道。看到这个枪兵啊，这个配置，准备防两枪兵。懂了是懂了呀，不一定守得好啊。看一下他怎么来分。我跟你讲，这正面完全不行，这完全不行，你知道吗？嗯。他是爆太慢了、啊，再五条蟑螂出来，开明点真是快啊！打针过来，后程先秒一只，再秒两个，顶不住啊！等狗后面还有七条蟑螂，还可以，不死两个后程是挺亏的。这样算有打到吗？有啊，死了三只后虫哎、欸。嗯，有啊，有打到东西啊，就有到这个两船兵的效果了。有，因为这第一波本来就不是重点，第一波就是骚扰一下，你太偷你就重伤，你没有偷的话那没关系。那我就走了而已，赚多少赚多少、嗯。重点是后面的那两船来的时候、嗯，那时候就是会打死人的时候。嗯、再杀王虫，超爽的。毫不讲道理，不过他细节有做，在抓你后面两船过来的时间，远程一攻要好了。哦，坦克。嗯。所以他刚刚出了两船医药艇后就没有再接，没有升那个医药艇。嗯。枪坦。打双喷，双喷，然后还有毒爆，应该说是因为看到对方是这样打，所以他才出枪弹、嗯。如果对方今天是走地化虫的话，他可能就是只用鬼雷生化鬼雷这样子，嗯，比较多。感觉又会是一种就是前面守的都还很漂亮，然后正面。三四台坦克，然后一波枪弹架住就打穿了的概念，就那一拳一出来就带走，就各种吹说，嗯，穆里前面的防守防得多好，其实也防得一般，小打小闹，嗯，四基地开这里跟开那里，开这里是不是会被架爽啊？不会啊。他这边好处是你重开快，嗯，是可以跟重开，但是兵也可以比较不容易补到前线。嗯，不，你如果四矿开右上角的话，怕多线，因为你只走蟑螂嘛。那、啊、开左下角对不对？这个，对 对。我觉得开左下角可以，但左下角怕的是你被就是头三矿头主矿。嗯，我是觉得开左边跟开中间差不多。强吃吗？带起来。哇，双分死光！我大夫轻描淡写吃了一整波部队啊！你知道挂了吗？嗯，打死了。人家是，而且是才一台坦克啊，他光上上下就把你打爆了。哎、欸，他不知道绕到后面去摸，对吧、啊？摸掉，没有用啊！四折死的也是挺亏的。跑啊！这，我讲强的人族就是这样。这枪兵光甩就甩死你了，啊，过来硬点刺蛇，然后再了走，完全不讲道理。后面再接一颗，
要不就刚刚只有一台坦克，我说两台坦克应该已经打死了。可能就二攻二防。六九，然后近战二攻，刚刚完全没有土包，只有双喷被摔甲，好，这边有一点，好可爱，又是这个。只有这么多毛的，唯一就这个毒豹稍微可爱一点。你不觉得毛很多，看起来比较多？对，就很厉害。你不觉得不公平吗？就是视觉上面有影响。你不觉得会影响到操作啊？嗯，也会影响到判断啊，就觉得他兵怎么特别多？像那个宠物之心的时候，嗯，还虚空之心忘记宠物之心吧？那个狗开始会长那个长那个背上一条，那时候我就觉得是妈够丑。第一次看到都还想 what the fuck。就是这什么新单位一样，就是会误判。嗯，哇，你就这点兵啊，大多人口五十，散一下，看一下老生的散兵，完全没有散，可以老生。这个散兵，嗯，我给两分，你还能给到两分，至少他最后一刻有再起来。他不要散可能比较好，他全部聚起来给他炸，两分。不愧是老生啊，等一下，关键时刻就是会掉漆的男人。反扑一波，不过家里的兵还是有，还有一台坦克。哎、欸，这坦克能不能吃？有炸到哦，哦，全部残血，把坦克吃了。他在包这波刺蛇。嗯。不过农民被骚扰了。我懂。还可以吧。不过我现在弄这都没事。等等 ，Alive 的兵全部聚起来推的时候就一波推爆了。这还可以压你这一个出兵点，你敢信？别咬了，人家变形要塞了。来了，开始架了，两台坦克，加速加速，打死了呀！不得不说，他重在铺的挺好的。好，架两台，慢慢往前。他把掠夺者放前面了。嗯，不会就一直先上好了，先上好。刚刚发现自己上兵有点对，有点障碍。嗯。预判赛，发现自己上面只有两分，先上好。嗯，对，你冲不冲啊？你冲是吧？打死了，打死了，就有点像是他已经先把标准答案写在手上的感觉。是是是是。哇，后应该有别的地方在控，还可以打个勾线呢。应该是别的地方在控。对，他这边左上角那边在偷打。嗯，好，这边打。继续，一比一，非常漂亮，荷莱福扳回了这一分。这个就是有点那个，就是 Murray 在通灵之术召唤书本，然后 Alive 把他压住了，再赢一场，压住他头、啊，对，压，对，他头已经把小刀把他盖住这样子，再赢一场就把书本推回土里面了。Murray 赢，若这一把 Murray 赢了，对不对？嗯，就会进入最后的 S， 对，就看书本最顶级 GSL 级别的对决，我头真的好痛，12点哇！还有可能要再播一个，如果再播一个，如果进到最后一个包山，好死不死两边又打，应该是人打虫。你知道人打虫又是对方又是树的话，嗯，然后又打满，每一分大概都每一局大概20分起跳。你们最晚播到几点？我上次就12点是最晚了，12点多是最晚。哦，12点多最晚了。嗯，今天是破纪录。哎呀呀，嗯，哦，上次就差不多个12点这个时间。对，结束。我想想，我播最久的是什么？我好像有 GSO 播到，可是 GSO 的时间不会到这么晚啊。GSO 不是白天跟下午。我目前播过最血尿的还是 BlizzCon，在台湾播 BlizzCon， 半夜 BlizzCon 本来就是最那个的啊。我也播过一次，半夜3点半来，然后早就3点半到这边，然后4点开播，然后第一场 PVP 打了50几分钟。第一场 PVP 打无极梦，双方出暴风剑，第一场就让你的精神消耗瞬间就那个，你知道两个神族在跪暴风剑有多无聊吗？两个都不去打对方，都在家里真的还没话讲，都在家里一直出暴风剑，然后 A 的时候你就看到暴风剑射超满，就然后就拉一下这样，然后打完然后对再出更多的暴风剑，对，打50分钟，整张地图的矿都采光，打完那一场后，我当天播比赛真的是打瞌睡打一整个，然后从。从4点开始播吧，播到中午11点半，播了
七个小时，对，而且他中间不是因为 BlizzCon 他们打完以后都会有一个休息时间，那休息时间有够长，二三十分钟吧。我上次 BlizzCon 播最久是 Nib 打 Rogue，Nib 打 Rogue， 对 ，Rogue 死不退，然后就打那一把死不退，就他憋一个无敌部队 ，Nib 也是无敌部队，啊，两个一直不 A， 然后一个小时之后 ，Rogue 平 A， 就什么都不操作。不过这些都不是最血尿的，最血尿的是之前有一个。重组叫做火蛋糕哦，火蛋糕吗？他的对手， okay. 他对手忘记是重组还是人类，那一场打了七个半小时，对对对，历史最久的那一场，而且都打完了，不是平手，是打完了，就是、七个半小时，对，矿挖完还不重要，矿挖完他们还可以操作这么久。暴雪嘉年华要分两组人马播的，我们没有，我们台湾没有这么多人，台湾都是一组的哦，不好意思，一组从半夜打到天亮，关键那一场 Rogue 我播完还要去赶英霸的场啊。欸、不过我确实有播过三个人轮的、我没有播过四个人轮，但我有播过三个人轮、好吧，回到终于我们这样聊也是聊过他们的开局了，决胜的也不是决胜，是关于书本能不能出土的这一场、至关重要。我来讲解一下那个七个半小时怎么打、首先他们各有一片天嘛，那张地图叫什么破晓吗还是什么，好像不是破晓，忘记什么，不是破，反正就是左右各一边、然后他们在中间插满了地刺跟防空塔，嗯，地刺跟防空塔，然后两边都出大龙，两边都出大龙，所以他们就是大龙互打，然后也不能往前，因为往前有防空塔，然后他们就只能用大龙去打对方，然后又打不死对方，我忘记是重打那个七个半小时是重打船还是重打人忘记了，反正就是那个大龙一直在消耗，然后双方都在消耗对方，这样子消耗了半天还是没有走往前走半步。他们钱他们挖到最后虽然说没瓦斯，但他们有钱盖地刺跟防空塔。对，所以说那个大龙的小虫，你喷一大堆出去，你还不一定可以打掉一个地刺这样的。反正就是，或者打掉他又多盖两根这样。对，反正就是你就看到他们抽到就是大龙那边是喷来喷去的，抽一些，还是说他们那时候是那个盾百生虫时代啊？所以是大是百神虫跟大龙都有吧？应该是，对啊，然后那时候的百神虫不像现在小虫是会飞，它是用爬的。那时候最对最，所以就看到两边就一只大龙百神虫，然后小虫一直 AIH 然后真的是也没结果这样，真的是没结果啊！你又 A 不进去，人家也 A 不进来啊！对对对，你问我肯定不知道，七个半小时我绝对是看不完的。我是没播过这么闲聊，我播过最久一个半小时。泉水沟都没有你刚刚讲的那个久，泉水沟还算那个就泉水沟，只是两，只是重组的，只是两个泉水沟，两边都死输了泉水沟。那个时候是星海争霸黑暗时期，你知道吗？是的，是的，是的。我认为星海争霸开始变得比较没那么好看，就是从虫群之心开始，从泉水沟对上机械化开始。世界最累的时间，像现在人类打虫族，你就会想说，哦，有可能会打机械化，对，或是生化，那还好，倒还好，因为杀人类机械化也没有说真的归到什么程度。那以前是你人类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对方泉水攻就直接机械化，那对方不泉水攻你也机械化，然后虫族一看到人类机械化，他就只能打泉水攻，不然打不赢。所以只要人类选择机械化，那一场一定是泉水沟打机械化之前。所以然后你就要心理准备，可能你会整张地图的钱都采光才会结束，就已经想那时候就要抖抖肩膀，这把还有两个钟头要开始玩这样。然后虫族打神族，百分之八九十一定是泉水沟，对，就憋无敌部队这种。然后那个神族那边就要嘛，就是看他是会，你要看选手嘛，有些选手会选择打一波，那有些选手，哇，烧很大！哇！烧穿烧，结束了，没有，还没结束。我觉得结束了，八只了也还行吧，八只完全是可以接受的范围。那个工兵，八只行啊，八只还好吧？他堵住了，不就一只都不用死？他就是没堵住啊，但他在没堵住的情况下只死八只，很好了，好吗？四只火车进来，你什么都没有啊。生气了，生气了！他爆狗，对方是出两台导弹车，就感觉就有机会啊！他在上方变毒爆了吗？还有两台火车，一波被看到，好，好，我已经确定结束了。
对，我们终于没想到快乐时间总是特别短暂。对 对, 对，你的七个半钟头的历史其实还没讲完，又到了时间说白，我跟你还不一定哦，他前面盖这什么鬼东西一炸就破了，你知道吗？哇，哎，有你要，有你要。哇哇哇！哦哦哦，很气！守住了，守住了，守住了，轻而易举。就他还有两个火车，哎哎，没事，你们不要紧张。哦，前面还有，前面还有，哎哎，哦，这样还有的打吗？才炸七只龙而已，当然有的打。才七只龙，我说对虫族有的打吗？虫族，它还是平吗？你觉得现在是平吗？那我研究一下，三人类是三矿，虫族35只龙，三个矿，然后虫族没有科技，没二本，嗯，不用打了。这已经不用打了，你知道吗？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走远了吧？这打不穿，不就是被人族这已经没得打，花式弄到亏翻，好吗？嗯，二本刚升，一言不合啊，穆瑞就头一铁就撞了，撞一波，啥都没有。这女妖是不是要清明？刚刚如果她没有侦查到那个毒爆，可能就死了。不会死，会重伤。嗯哼。好，抵抗放弃抵抗，还想烧五台火车。偏偏他打机械化，这场如果说 alive 打的是生化，刚刚就死了，结束了，就推过去就带走了。刚那个毒爆一炸进去就结束了。嗯，他这场偏偏他打机械化。所以你知道宠物之心那时候就是。要么就是机械化打泉水沟，不然就机械化打机械化。嗯、哼哼，对，我倒是没有播过泉水锅打泉水锅的局、嗯哼哼，好像没有，好像有，好像没有，但太少出现了。但在欧美就蛮多了。你说虫族那一段打到泉水锅打泉水锅，对，韩国还好，韩国比较少这样。嗯，但是欧美好像那个虫族那一段不都是前面狗毒爆或者是拼蟑螂最龙蟒的吗？那个是那个可以打到变泉水锅，这两个人也是够无聊。那个时候都是蟑螂打蟑螂居多，那时候好像没有遁地兽。嗯，哎、欸，有啊，虫之心好没。虫之心没有遁地兽，遁地兽是虚空的。对我来说最痛苦的年代。好了，打死了吧。就抵抗不了了。没东西了，没东西了。啥都没有。哎呀，这狗毒炮是完全挡不住的。嗯。书本的头才刚出来，又被推进去了。这出来也炸不死东西啊，散一下。啊不，老生也是不散兵的，无所谓的。有啊，我上场我先上好。嗯，那是因为他已经先不散了一波，所以弥补一下自己的过错。基地点了吧？基地点一点撤了。哦呦，这个导弹车不走啊，真是猛！不走了，不走了，不走啦！好、嗯，打到三矿。包上去什么意思啊？就是不到十条狗也要包上去，然后那个哎呦，打包掉一台。重新的神族内战好像就已经没有在巨象对决了，印象中，因为那时候有暴风剑。嗯。他怎么一直这样送我啊？集结点吧。他集结点可能是都在前线。不是，他因为我如果用。高手方式来解释的话，就是他刚狗要去骚扰的时候，他多做了一批狗，他把那些狗用编卵的方式编进去了、嗯，所以他前面狗死了，然后他后面狗没有空，他想到死光，所以全部就送光。哎 ，Ricky， 哎、欸、，Ricky， 我刮五三天嘞、欸，有没有很猛？这是速买吗？啊？变形上就是啊，那个火车的那个。火车啊，围巾啊，嗯，对，坦克好像也有吧，坦克我不确定，应该有，哦，坦克没有，是太硬霸了，真的，哦，改掉了，是，你说速驾吗？速驾太是有点硬霸，变成零落点啊，没有空窗期，那人族内战会变完，两边都不敢 A 了，啊，怎么 A 你都可以瞬间变好，部队人口差蛮多的。蓝火，三本刚开始变，比赛已经结束了。嗯，这一上来架住就死了。
毫无机会啊！只有这几个，哎呀，矿还来不及取消，好气啊！已经没什么钱了。你知道那上面那是要干嘛的吗？他不是里面再来四个东西啊？嗯，他等下丢刺蛇，就是像刚刚那个雷罗那一刀，就这样扫上来，瞬秒刺蛇。好贵哦！以前的那个人打人内战，机械化那一边要打赢生化，就是像这样直接丢陆战队这么多。对，对，一次好几个，瞬间秒烧，对不对？神族临近闪电叫分雷手，这个叫什么？从天而下的掌法，掌法吗？万佛朝宗吗？是如来神掌，丢下来是蓝色的，吓死啦！狗都这么送，啾啾！最后还是靠老生坚挺的挡住了这一分，让一追二。对，最后是3-1。嗯，对，最后3-1晋级哦。那我还是觉得那个树他们的牌阵。应该是要让树去撞大家，但是他也不知道对方到底会把两个强的放在前三棒还是放在第四棒，所以说Dopen 他们战队的牌阵就完美的吃下来，避开了，也让 Into the Clan 真的货真价实只有书本能赢一分，所以他们就挺进来了，所以就三支队伍出现，那下一次就是胜部那边会打，然后会打出一个掉下来，然后再跟他们打刚那一个多分。跟他们来打，没错，好，12:10，还可以，最后还算快，对，最后还算快，因为我们也没有字卡了嘛，对不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转播就到这边啦。我们报告一下那个好，目前胜部的两队是 Neo 跟 Neo 那队有谁？讲几个从有名的就好 ，TY 吧，对 ，TY 嘛 ，Ragnarok 杰克基，另外一个我想一下。叫啥名啊？另外一队，上面的那个另外一队。Interage 哦。哎，我们是没播过他、啊。你说 Interage 吗？是啊。有，他们把台服宗师他们打掉的，就是，Billy 他们是不是？对 ，Billy 他们。哦。Billy Spear 嘛，对不对？我有印象，没错。Billy Chance Spear Tails 那些 Mark， 没错，也是蛮强的队伍。对，但是估计是会被 TY 他们那一队打下来，对，合理来说啦，合理。然后下来跟 Dopen 他们来打，对，这三队其实实力谁夺冠都不意外。但是我跟你讲，这种赛制就是两个强的带两个阿妈就可以赢，对对对，所以目前带两个灰就可以赢了。感觉 Neo 就开大一点，那全太阳就打三个了，对不对？全太阳哦，全太阳 TY 是真的蛮强的啦。TY 他们那边还有谁？杰克吉 Fort 啊，有雷格纳洛克。不好说、欸、我跟你讲，这不好说。对，也因为这个赛制就是要两个强，你只要有两个超强，你就可以赢。感觉只有他们好像只有 TY 是超强，其他的就一般强而已。我们拿 TY 手来说的话，这种赛制就是最适合耀月太阳神。嗯，对，超强。因为他有那个双主将，他有双主将嘛，对。可是最后还是被你穿掉了。没有，我是说这个赛制适合、哦、这个赛制跟我没有关系、嗯。对，好，了解。好，那。下次就等他们 Neo 跟这一队 Intourage 打完，然后决定是谁要跟 Dopen 再打，然后才会决出最后的冠亚。那我们今天转播就到这边，谢谢观众，谢谢辉，好，谢谢阿妈，好，大家拜拜，晚安。